班班在这边吃早餐，然后靠墙边那边有只猫，就是坎哥。坎哥在等班班吃饱了，然后才要上去吃。他们在排队用餐。你看，坎哥很有礼貌，在等班班吃饭。因为现在我都没有在喂了，所以我不晓得他们一天吃几次。不过早上阿嬷带小朋友去上学，一定会喂。我太靠近了，他会注意我。你看，连坎哥都有点害怕，在看着我。哎，好吃吗？你们要不要水啊？是不是没有水了？要不要水？吃东西还会发出声音，不是咬东西的声音，是一边吃东西一边发出碎碎念的声音，咳咳咳咳咳的。坎哥在瞪他，斑斑不爽，一边吃一边被人家瞪，有点不爽。坎哥，我觉得坎哥很饿了。欸，坎哥，你真的大肚子，肚子很大。有点等不及了，想冲过去吃啊！哦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！慢慢被瞪到不爽了，不吃了。他直接蹲到下面去，不吃了。好，坎哥换你吃啦，坎哥，你要吃的吗？要吃就去吃啊！斑斑整个人走掉了。现在不知道坎哥敢不敢去吃。哦，要吃要吃了，去吃去吃。我一直盯着他，他不敢吃。他戒心，他有戒心，我一直盯着他，他不敢吃。你看，我盯久一点，他就敢吃了。我只要不要乱动，他就会吃了。坎哥，你很爱乱搞哎，一直生小孩，你要我怎么办？你一直生小孩，我要怎么办？开始吃饭了。怀孕比较需要营养，比较容易肚子饿，一人吃好几人补。没有，他在注意四周，哎，我什么都没听到，他却往外面看，我不知道他听到了什么。我猜那天晚上的事情，其他在我家附近的猫应该都有看到。所以他们都变得特别警戒。
我如果再靠近一点，康哥可能就不会吃了。他很注意我，我太靠近，他会害怕，可能是流浪猫的习惯。啊，你吃你的，没有要抓你。边吃边警戒，因为我已经离他越来越近了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没事啦，你继续吃啦，没有事啦。我这边蹲久一点，他可能就会回来吃了。你要吃吗？你还要吃吗？你还要不要吃？要吃的继续吃啊。不晓得哈。会躲着，不吃了，完全不吃了，走掉了，直接走掉了。可能我真的离太近了。